都不知道今天是第几天了，好像有点着凉了。在我包里，你看我有鼻音，不错啊。你不说我还不会闻的。没有，我要提一把雨中啊。你看我手机和电脑给我零块票，其他我还无所谓。没事，你的鱼可以把你的包给。鱼在水那里啊？是水水跟你没拿吗？我没有啊。你有的呀。我没有雨衣啊，我包里的。你没雨衣。对啊，能见度越来越低了。有点像中世纪早上赶脚。哇，这有点像恐怖片的感觉。是有一点感觉，就处在恐怖片。你小心啊，万一出现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人。哇哦，没有。坐车上看过没有这么近距离去接触？哎，真的。对啊，那镜头是指左边还是右边？我看不到。是右边。那就好。No。我还想听到是左边的呢。雾好大呀！嗯，那我们今天说上不行，那是个大。来，这个球有。哎，有鸡耶！你那是要吐的鸡，那是公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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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他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我们面前去？子健，你看看，你看我有老鼠，多厉害！你们这群人。喵喵。有点臭。我们应该往左还往右呢？右，它没有拴呢。猫在里面。在里面。它不会咬人。越少的越好。越去。我好漂亮，是我脸上好看，我是说这影子好看，是我脸上好看。这是什么呀？害我记在这里。Hello。拜拜。跟着我们走耶，这么好，陪我们走一段路。好好呀。今晚我就是毛看好毛看油光，它就是毛看油光自带的感觉。好好啊，好好啊，好好啊。
他说加油加油加油，就送到这了，他就说兄弟们，那好再见，拜拜。我觉得下步比上坡还难。二十号到山顶，二十九号到山顶，我要。明天。明天十九号哎。对。我们二十号在费斯特尔。可是我们离山顶还要四十公里哦。没有啊，我们这次走完之后只剩二十。嗯。不是，我觉得他这个不对的。什么意思？在那边，那我们绕过去嘛？为什么要走后面过？我们已经过了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哪里？走过了。好困啊！啊啦！从嘴就学这种，我要小口会叫大。哇，还有青椒耶！好啊，你现在就摘一点。太累了，恐高症患。下面这条河就是 Rio Ulla。 啊，几个邮件呗，说不定就可以。他们去秘书处。那不同时间段去就好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没事，我可以。